今天我来介绍一下去港式茶餐厅最应该学会的几句粤语。唔该，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个就跟国语里面的请或者是英语的 excuse me 一样，属于说多了肯定不会错的一句话，所以小伙伴可以跟我复习一下。唔该，这里鼻音要重一点。唔该，滚水，冰水，这里可以结合我们之前学的，非常有礼貌的来一句冰水啊，唔该，唔该，滚水，都是可以的。呢个，嗰个，菜品千千万，我一时半会儿肯定教不来那么多，只要你看得懂汉字，有了我这个方法，你至少绝对饿不着。买单，下一期我来介绍一下具体怎么用粤语来点餐，喜欢这个系列小伙伴不妨点赞支持，比心。